勤人员头戴钢盔，身穿防弹背心，持枪跳到渔船上，砰的一声，特勤人员开枪威吓。一名特勤人员持枪朝船舱瞄准，另一个则是手持木棍敲打，终于逮住一个非法渔民。渔民与特勤小组在船舱上发生扭打，两名人力将渔民压制在地，另一个持枪瞄准，不敢大意。海上风浪大，渔船剧烈摇晃，海巡人员担心特勤小组暴露在危险之中，赶紧将巡防艇拉往渔船靠近。随后，海巡人在船舱上一共逮到五名大陆籍渔民，来到金门外海非法捕鱼。那昨天哦，顺利在母屿外大概1.3海里处的地方哦，顺利的查获了一艘大陆渔船，一艘五人。最近正逢黄鱼季，金门地区出现大陆籍渔民前来捕鱼，海巡署出动特勤小组逮人，杀鸡儆猴，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，吓阻其他想非法捕鱼的不孝分子。记者李俊龙、黄静文，金门报道。